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太平洋的这个鲑鱼啊，我们知道鲑鱼在太平洋中间成长，然后到了成熟之后呢，它会历经千辛万苦，它会回溯到它的出生地。那在出生地呢产卵，产完卵以后呢，它就立刻我们可以说是老死啊。那这个整个的一个生命的过程，对鲑鱼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过程，很明显是它身体里面有一个程序在指挥它的行为，它的身体的变化。那但是我们如果从另一方面来看的话呢，不仅要很认真的问我们身体里面真的或者动物的身体里面真的有一个 program，有一个程序在指挥这个老化的进行吗？那我们不妨想想看啊，我们不妨想想看，也是在这个 Discovery 的频道，我们常常会看到这个非洲的原野，成千上万的斑马在那里奔腾。那我们可以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在非洲的这个野外，我们会不会看到？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去，说不定可以很仔细的去看看啊，会不会看到非常老的斑马？大家觉得在非洲的野外会不会看到很老的斑马？有没有机会看到？那我想很多人会想想看，觉得大概看不到，大概看不到。如果在非洲的野外，我们如果看不到很老的斑马，那我们不仅要问一个问题：那斑马到底会不会老？那我想这个答案是很明显的。斑马当然会老，斑马会老，那为什么在非洲的野外我们看不到呢？那用另外一个思考，就是那我们要到我们在什么地方会看到很老的斑马？哦，动物园，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啊。只有在动物园，我们才能够看到老的斑马，这个代表什么遗产？这个代表一个很重要的遗产，就是说老化，动物的老化或者个人的老化是文明的产物。换句话说，只有在文明的世界里面，我们才会看到一个生命出生之后，它被文明的社会保护着，那一直到它年老的时候呢，它才会急速的老化而死亡。在野外，哇，在野外。一出生以后，到处都是它的天敌，那所以很快的，随着这个年纪稍长，那动作稍微慢一点，它也许很快就会被它周围的天敌消灭，或者说是我们说是吃掉。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对老化要有的第一个认识。第一个认识。那今天呢，今天这个演讲里面呢，我想从两个不一样的面向来跟大家讨论老化这个问题。第一个面向就是说，生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动物都会老。那为什么生物会演化出产生老化现象的机制？用英文来说呢，是问 Why we age？那另一方面呢，另一个面向呢是说，我们身体在老化的过程中间，这个老化的过程究竟是身体中间的哪一些机制的运作而显现的？就这两个问题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啊！我想请同学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当我们问 Why we age？跟问 How we age 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想要回答的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好，我们首先来看看 Why we age，就是说生物为什么会演化出产生老化现象的机制。那这个问题其实，真正是要想要了解或者想要知道，为什么不同的动物，像
我们的神为什么会演化出产生老化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机制？那也就是说，怎么从演化观点呢来了解老化？那对这个问题，其实科学家很早就在50年代，在20世纪的50年代呢，就提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想法，非常有趣的想法。啊，第一个提出这个想法的人呢，是英国的这个科学家，叫做 Peter Medawar。那他在1952年，他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那我把他的这个想法的这个原文啊，列在这里。同时呢，我把这一段话呢，用很简单的中文把它描述在这里，看看大家能不能够理解这句中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他是说老化为什么会发生？他说因为呢，在这个比如说以人为例啊，在平均年龄30岁的族群中间，累积了许多到60岁才会发作的基因突变。那我想大家如果没有学过这个生物学的话，这句话讲起来有点绕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想想看，这个也许在1000年前，我们人类的社会平均的寿命也许是30岁。那我们可以想想看，在那样的一个人类的社会中间，人的身体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基因会产生突变？那答案是很明显的 ，yes。那但是呢，产生了突变之后，基因产生突变之后对人体的影响，换句话说，基因突变造成的那一个反应效果，究竟在人类成长的过程中间是什么时候才会显现，才会发作，其实是不一定的。如果这个基因突变对人身体产生的这个坏的影响，不是在年轻的时候发作，而是到年纪非常大的时候才会发作。那我们想想看，这样的一个基因突变，在这个人类社会中间，会不会因为它带来的坏效果而很快的被淘汰？那答案其实很明显的是 no， 答案很明显的是 no。 那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啊。康定的舞蹈镇，康定的舞蹈镇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康定的舞蹈镇呢，也是一个突变的基因所产生的一个疾病啊，它所以它是遗传性。那但是呢，今天我带了一个突变的基因，会得到康定的舞蹈镇的这个坏基因。我出生之后呢，其实一点都看不出来我身体的变化。那年轻的时候也没有问题，我的身体完全看不出来我带了一个会得到康定的舞蹈镇的这个坏的基因。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40岁以后哦，才开始不知道在什么时间，哎，突然这个坏的基因对我身体的影响会产生啊，这个时候我就会得到康定的舞蹈镇。那这个时候呢，得到了以后，基本上很快就会死亡。那这样子我们可以想想看，如果康定的舞蹈镇的这个突变的基因得到了这个突变的基因，不是四十岁以后才会得病，而是10岁的时候就会发病死亡。那我们想想看，我们今天的社会还会不会看到康定的舞蹈镇？那答案很明显，是 no。 因为任何带了康定的舞蹈镇的坏的基因10岁发病死亡，他就没有机会把这个坏的基因怎么样遗传到他的后代。
所以这个病就不会去不会存在。但是呢，因为这个快乐基因的效果是到了老的时候才会发生，所以在人类社会长期演化的过程中间，在我们人类社会中间就会不断的慢慢累积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累积了许多个这种基因的突变，而这些基因突变呢，等到文明的社会，我们开始有机会活得更长，那这个时候这些基因突变对我们身体带来的效果就显现出来，让我们呈现一个衰老的状态。所以这个是从演化观点来看，这个老化不行会在文明的社会产生。这个 Peter Elwood 所提出来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理论。另外一个理论呢也非常有趣啊，另外一个理论也非常有趣。我在这里说是同一个基因，有一个基因啊，它在年轻个体身上的作用呢，和在老年个体身上的作用刚好相反。那我把它说成是这个叫做维持年轻活力必须付出的代价。换句话说，有一个基因，它在年轻的时候，我们人年轻的时候对我们非常重要啊，让我们活力充沛。但是呢，在活力充沛的它维持我们身体活力充沛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对我们身体产生一些潜在的伤害。那这个伤害呢，到了年老的时候，就慢慢一个一个的出现。那我们如果用更精准的方式来描述的话，就是说啊，有一个基因产生了突变，在年轻的时候呢，它会增加一个动物的活力啊，所以很好。但是呢，在增加这个动物的活力的同时，在这个动物的身上呢，难免会造成一些潜在的伤害，而这个伤害呢，到了老年的时候呢才会发作。那我讲这个理论的时候，我常跟同学说，就这个理论啊，其实没什么了不起。我说我们中国人其实很早就知道，有没有同学知道？有没有同学同意我刚刚的说法？我说我们中国人其实很早就知道这个理论，而且不但知道，我们还身体力行，我们还身体力行，试着要来改正。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是怎么知道，或者说是怎么来改正这个理论带来的对我们身体带来的这个伤害？那再想想看啊，我们中国人，中国的妇女，中国妇女生产之后怎么样？要干嘛？要坐月子，是不是？美国的妇女生产之后坐不坐月子？那为什么美国人不坐？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要坐？我们中国人坐月子，我想年轻的这个妈妈都常常会觉得很麻烦，很啰嗦，是不是？但是呢，阿妈就会讲啊，你如果不坐月子，会不会马上第二天就生病了？不会嘛，是不是？但是阿妈说，你不好好坐月子啊，你现在不知道，现在没有问题，什么时候才会有问题啊？不坐月子什么时候才会有问题？哎，老的时候就有问题了嘛，是不是？你想想看。这是不是一个道理？我们生产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生产的过程当中需要身体很多基因的配合，才能够顺利的生产。但是生产过程当中难免可能必然会产生一些对身体会产生一些潜在的伤害。所以中国人坐月子其实某个程度来说是在想要透过坐月子呢，来修补这个身体潜在的伤害，以免怎么样？以免到了老年的时候呢，
这个伤害发作起来，让身体呢产生更多的这个痛苦。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这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古老的一个智慧。最后再总结化的观点呢，我们如果来谈这个老化的产生，我们刚刚谈了两个不同的这个理论，那第三个大家比较大多数人比较接受的这个看是这个样子啊，是这个样子。简单来说，这个理论是告诉我们说啊，我们任何一个物种，任何一种生物，我们可以想象它在演化过程中间，这个生物它所拥有的这个资源，身体拥有的资源是固定的啊。那身体拥有的资源是固定，那就要想，在这个演化过程中间，它这些固定的资源，它到底要摆在什么地方啊？摆在演化的这个身体演化的这个什么地方？那我们说，任何一个物种最重要的啊，一个物种或者一个个体、一个生物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啊，最重要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身体在这个活的在活动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受到伤害。那所以我们身体呢，就有很好的这个修复的机制。修复身体啊，因为修复身体是很耗费资源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身体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我们的投资要摆在哪里？就是我们要繁殖后代，我们要繁殖后代。繁殖后代也是一个生物需要下很大的这个资本的一个投资。好，所以我们可以想想看，如果一个生物它所拥有的资源是有限，是固定，那这个生物在演化过程中间，它到底要把它有限的资源投资在修复身体呢，还是把有限的资源投资在繁殖后代？那我想问问大家，问问下面在座的同学，你如果你是小老鼠啊，如果你是小老鼠，你要把你有限的资源投资在修复身体的，举手看看。好，有一些同学愿意投资修复身体，那投资在这个繁殖后代的呢？投资在繁殖后代的也有少人。好，那我们可以想想看，小老鼠最聪明的抉择是什么样的因素来决定？像小老鼠这样的动物，它在演化过程中间，它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投资的决策？一个很简单的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可以想想看，小老鼠一出生，眼睛还没有张开，在野外，小老鼠的处境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是一个很安全，还是一个很危险的处境？我想大家都可以了解，很危险，是不是？小老鼠一出生，四周都是什么呀？都是野猫，天上的老鹰，周围的狐狸、蛇，都要吃老鼠，是不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下，我们可以想想看，小老鼠如果把它全身的资源都投资在修复身体的话，有没有用？那我常常说，小老鼠这个时候它的抉择啊，它的决定，如果是把身体的资源都投资在修复身体的话，只是怎么样？只是听一个天上的老鹰，
小老鼠一出生，它就要请全身之力，要在还没有被天敌吃掉之前，怎么样能够繁殖后代？所以我想，大家在座的可能很少有机会在实验室里面看到这个实验室里面的老鼠。实验室我刚刚讲，小老鼠一出生，眼睛还没有张开，但是呢，它在实验室里面，它经过了6星期，它就可以开始繁殖后代。所以这个整个老鼠身体的一个结构、身体的运作，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一个小老鼠出生以后6个礼拜，它就可以开始繁殖后代。这个对我们人来说，这个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件事。那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它为什么可以这样做？那我们从演化上，从演化的历史来看的话呢，是非常合理啊，是非常合理。所以对小老鼠来说，任何一个生物，如果它生存的环境是一个危险的环境，那这个时候呢，它生殖成熟期会非常非常的早，同时它身体老化的速度也就会非常非常的快，因为呢，身体修复的效率不好。相反的啊，我们说想想看，任何一个生物，如果它身处的环境相对来说是安全的，比如说大象，比如说海里的鲸鱼、乌龟、海龟，没有什么天敌，所以这一类的动物相对来说呢，它不要那么急急忙忙的繁殖后代，所以它可以很悠闲的把它的资源投资在修复身体，所以它修复身体的能力很好，所以呢，这些动物怎么样？都非常的成熟，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道理。就是说，我们如果从这个观点，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理解老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老化在里面，生物演化的过程中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所以如果是小老鼠的投资抉择，我们刚刚已经说过是这样，被他选择了洗澡生育。所以它修复身体能力很差。那我们知道，在实验室里面给让它生活在一个无菌的环境，没有细菌，然后给它非常充分的这个食物，但是呢，它活了3岁，你就发现，哎，那老鼠很快就死掉了。那我们如果把这些老死的老鼠，把它的肚子打开看看，它到底是怎么死的？就会发现怎么样？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老鼠是大部分是死于癌症，表示他对这个身体的这些损伤，他没有办法很快的修复，所以这些损伤就不断的累积以后就导致癌症产生。所以这个是我们对这个一个老化产生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了解跟认识。好，我们如果从演化的观点了解了这个老化到底是怎么发生，或者说是怎么决定的话，那我们接下来呢，来谈一下从现代生物医学的观点来看，这个生物的老化背后的过程，或者背后的这个驱动，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过程在驱动这个老化过程的这个产生。也就是说，这个老化现象产生的这个分子机制啊，对我们来讲是 how we age。那我今天准备提出2个，现在大家比较，我们可以说比较流行，或者是大家觉得比较有根据的、有科学根据的这个理论来解释这个老化现象的产生。一个我把它叫做染色体端粒子的现象，
所以我想大部分的同学可能听过染色体，我想听过端粒子的这个同学可能不多，我等一下会稍微解释一下。那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理论呢是说都是氧化压力惹的祸。我想氧化压力可能大家都听过，但是到底怎么回事，那又惹了什么祸呢？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慢慢给大家来说明。我们去想一个问题啊，我们去想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把我们身上的细胞把它分离出来，摆在实验室里面，然后你给它充分的养分啊，细胞就会开始生长，开始分裂。那当然了，我们可以把它换到一个更大的空间啊，它就会继续生长。我们会说，如果给予充分的养分，那个细胞在体外，在实验室里面，能不能够无限期的生长分裂？那这个问题是在1960年代就有科学家提出来，而且就很认真的去做了一系列